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要 demo 是一个流水线，手绘流水线的一个颜色分类的 demo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会在这里放三个不同颜色的方块。然后我们第一站呢，我们这个输送带加手绘，它会将我们这个方块运送到那边。然后放到那边以后，我们的 M1 手绘就会将我们的方块放在输送带上面。然后最后一站呢是这只手绘，它会将我们的方块放到 color sensor。后，然后进行三个颜色不同的分类，会放置在这三个不同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第二个板块。第三个分号。